老师好，你们好吗？我很好，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叫 Muhammad Emil Afi， 你们可以叫我 Emil。 我出生在斯隆班，我今年八岁，我读二年级 Progressive 班。我喜欢踢球和看书。我家有七个人，他们是奶奶、爷爷、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弟弟和我。我爸爸叫 Rosette Hisley， 我妈妈叫 Shanini， 我哥哥叫 Caleb Alfi， 我哥哥11岁。我弟弟叫 Mukti Zaidan， 我弟弟6岁。谢谢老师，再见。